为什么死啊？死在哪里啊？为什么不可以问这些问题？敏感哦，他音不好啦，他会直接控制你身体了。笔仙，笔仙，请出来！笔仙，笔仙，请出来！笔仙，笔仙，请出来！到了，到了。韩小爱有没有喜欢我？这种问题可以问哦。啊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可以动吗？不是，不是你动没伤？我的手脚怎样动过去那边？还是上天知道姐姐上天做你啊？不可能啊！刚才呢，就上镜有讲说要玩一点比较好玩的东西，而且他们又好奇心嘛，所以这次就想说，其实也不算道具，只是普通的笔仙。其实他来之前有跟他沟通一下，就是怕玩到太过火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说我们就有沟通，就讲说其中一种玩法啦，就是可能要适合给观众有一点节目效果的，不是演啦，是真的。其中一种呢，就是可能可以找一些灵体在我们的身边，这个其实已经做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因为我们各位嘉宾也没有什么感觉，有一点点啦，一点点，就 feel 到。稍微 feel 到一点，我一来。对，确实有 feel 到一点点，一飞没有 feel 到，大家不想 feel 到，应该是没有 feel 到啦。Queenie 也没有，涂了那个石膏有更多吗？还是心理作用？还好，听也还好，但是我是看还有没有包我有吗？嗯，因为感觉好像有东西在这里，像刚才有吧？是有，就有人这样子抓着你的手。灵体的话呢，他有抓着你的话，给你麻麻。过好像触电的感觉，难怪啦，我就觉得这边有点麻痹这样。我顺便解释一下，因为这边呢有可能有智力灾，所以呢就是奉劝大家，其实笔仙是真的存在，大家不用好奇心，我们已经帮你 desk 过是存在的东西来的，然后是存在的东西，可能要这些哥哥姐姐们呢就是帮忙，时间这样问题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然后大家也不要去模仿这样的东西，因为灵界的东西不是给你们开玩笑。但是要跟各位观众讲，你们不要得空没空啊去做这种东西啊，过后突然间你们来跟我投诉你们闯了一大堆东西的时候。你们不要来找啊，做都不要做啊！我们今天有阿 John 在的话，我才比较放心，因为我也很相信 Insect 是我一起认识了四五年的朋友，所以他不会害我的。对，所以我们才在镜头上拍这样东西，你们不要去 try 就对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所以我们需要一张桌子是吗？OK， 我们去搬一张桌子来。哇，所以这张纸这样子放对了啦。照理讲是这样都可以啦，然后这边这是你们的起点哦。然后就会上去画东西喽。我们手要怎样拿？手就是你们两个握这个笔哦。上镜都有问题。来，我是很熟是很熟啊，你来来，你看是这样啊，这样子轻轻松松嘛，是这样啊。压住这里，很轻了，是很轻吗？空灵空灵啊。然后等下你们的手会麻痹，可能是被控制喽。是谁发明这种东西的？其实这些都是属于他们以前的人的一个巫术来的，他们是属于一个类似占卜术来的。那些所谓的灵体，想知道哪一些答案是对，他们是无所不知的。哎，这里可以简单来讲，也一部分是属于他们骗你帽吗？我乱讲可以了吗？就敏感了，你就不可以问死，讲死啊，讲死啊，为什么死啊？死在哪里啊？为什么不可以问这些问题？敏感哦。音不好啦，他会直接控制你身体了。会啦，他们敏感，不提就不会这样啦。如果 Evon 再会啊，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做？突然间放手啊，还是什么？啊，不可以放手啊。这样要几时才可以放手？推完的时候才可以。我就是来到这边，不要放啊。没有没有，就是整个过程不要放，哪里出来就哪里回。有看过玩笔仙吗？小时候玩过，我永远不会尝试。我看就好了。超喜玩过笔仙吗？从小都不可以动这些东西。你玩几次了？我想玩了300多次了。你几次没有玩？我都不知道我玩多少次了。我问你。快点啦！所以要开始需要做些什么 ？OK， 你们握着的时候就是笔仙，笔仙请出来咯，就一直重复着到他出来为止。然后他出来就会画圈圈啊，还是 everything 看他摆灯啦。笔仙，笔仙请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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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笔仙。通常几久？有些是蛮要一段时间，可以到半个小时，不会这样夸张啦。笔仙，笔仙请出来，笔仙，笔仙请出来。有了吗？有。啊，上次看到有。是啊，将如果笔仙你再好的话，带我们走过去试那边，或者你愿意配合我们这次的节目拍摄，你可以去圈一下那个试。看来，他不是那么喜欢上镜。看他在干嘛？他们看着你们两个不会动，因为这里没有那种强的怨气，没有很重的。还是请另一个，这赶他走的，我叫另一个来。有出什么问题吗？再请哦，再请看，请别个来。不用请，我们请多一下。没有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哈。啊，因为比赛没有，害羞，害羞。没有，你把桌子搬出去那个走廊那边。那边的灯光不太好。对。你有灯光吗？你一定要 try 一下的。可以的，搬去走廊那边玩。你控制得到吗？
应该是可以的。哇，应该就不要了。笔仙，笔仙，请出来！笔仙，笔仙，请出来！笔仙，笔仙，请出来！到了，到了。如果你有在的话，请写 yes 一下，谢谢。你们放轻松，我已经看到动了。我是放轻松了。如果他不在的话，他会讲去弄。你看，其实有在动了。他是有在动了，因为你们放轻松了，你们不可能在那边摆动了吗？笔仙，笔仙，请问这里有多少个人？哎呀，是你动吗？不是，不是你动没上。我的手怎样动过去那边？不是我动，我怎么动？我 feel 到是你拉我过去的。我再关一集，我再关一集，我再关一集。我问有几个人，他讲三十个。哦，他数鸟，他开始绘画。其实我看不懂他做什么、啊。三十，这个房间是整栋楼。搞不好是整栋楼。我又全栋楼。因为这里不止三十，还是停留在三十那边是乘着上。就是讲这里很多三十个人的意思，还是不是人？不是人。但是我觉得很悬呢，因为他会一直在那边转。完全没有动哎。请问林松义今年多少岁？请问你懂吗？你懂的话，请写 yes 或 no， 是或否。他画满三次了，画满了，好像说，哎，好像去这里。请问你懂宋轶的年纪吗？懂的话写 yes 或 no， 是或否。yes 是、啊。那他几岁？其实我不知道。你们也不知道。你们手会写的酸。我手会酸那、啊、我这样那，扶着一定酸。比起别人，我今年几岁？能画出来给我看吗？直接上面有号码，直接可以去指。我现在没有看这啊，我现在没有看这。还活着去？他我不懂，看到没有？还没有到。还没有到啊。你是27岁？27岁，还没有过生日，算。算，准了。还是上镜知道姐姐上镜做你啊？不可能啊！上镜你知道吗？如果是上镜，不可能做这样东西的。这我是最不可能做这种东西的。不可能做这样东西。可以问，好像韩小爱有没有喜欢我这种问题可以问哦。啊，可以。他懂韩小爱是谁吗？请问你知道谁是韩小爱吗？他都没有在这边。他自己回家。我回家了，走掉。哦，我觉得有体验过，不错了，可以了。所以我们还不可以放手是吗？你不要放手是吗？可以放手。不要放手。可以。啊。是你在拉吗？还是？我不可能做这种鸟事情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的副道是他在拉，我讲真的。没有没有，你这去那个方向，我是推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样推是一定要你拉。正确，你那个方向是要你拉才可以。我这样推，我这样推，我还要回来这里是应该是。可是我看到有人这样子。对，在我角度嘞，就是在上面这里有个东西在拉着你们去。哦。反正在你们的手这样放着，你试看在上面拉，他们就懂那感觉。他是这样，他是那个灵，他是直接抓住整个东西是吗？这样子过得去了。差不多。差不多这个感觉啊，差不多。我突然间鸡皮疙瘩一下。是。我看到，我说他是这样子，因为他这样子，他才会整个窝。对你整个才可以，还可以控制到好好。可是他在那边转，还是在这里转，我就不懂什么意思。他讲有三十个人，可能整个 building 有三十个人，说不定。可是还是转，他转很久，因为你想问这里有多少个人嘛？可能他们把自己算一下。因为这里是算不到，单单加千人捆平的牌里面都不止三十个了。可能三十了，很多个零在后面呢。反正有体验过很好的，这个没有作假，这绝对没有做。不会有后遗症还是？不会。就算有副作用的话，等下就会清楚那个能量啊。所以是妥妥当当、安安全全、平平静静、安安稳稳、和和平平、和和气气。问到一个适当的问题啊。他们只是要体验的。要体验的。那我觉得神奇是因为我们知道我几岁吗？然后是我没有看这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自己去到27这个位置，我觉得是非常恐怖啊，因为。94，对。啊，不然你要 try 看没有？不要。要吗？还笔还没有折。我满意了，看到了，我人生无悔了。形容一下刚才是谁控制他们？控制那个笔。刚才是一个红色女鬼，可是这个不算是那种怨念很高，她是算是还好了，她是在那边冲进来的。我觉得让我很毛的是她自己回家那个。是。那个真的很毛。我觉得有点害羞啊。嗯，这个是算是蛮害羞。那是第一次。这样有第一次就好，有体验是好事、有体验体验就好，不建议在家自己玩。一个人都不能玩不是？能一个人能的。你那个笔这样子放这，你看笔仙，你看它来没有？不要做多余东西啊。对，最好是不要玩，因为如果没有人把你请走的话，你倒霉整年哟。难道你要倒霉整年吗？不想，回小麦真的是，因为我们的家能量更低，怕了。当还回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悬嘛，因为回来是我的力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在拉吗？你就算现在两个人，你自己来转。看能抓到这样没有？我们可以踹一个吧。可以。不要叫笔仙，叫笔仙啊！不要叫。你们两个人踹，看能抓到这样。讲真正，就是你们真正的试，看能抓到这样。我们就直接在18号啊，18号，我们踹一下。
我讲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它不是这样子转，它不是这样子，你看它很轻啊。没有，这个我是用拇指在这样子弄，所以才会有。你就是你没有你这样按啊，我们这样子这样子转，我们用这个的力，我们用这边力啊，这样子转。我们你看都不可以啊，二十八号啊，二十八号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嗯，你看还是会有这种椭圆形啊。对对对。如果你们放，你们有按这，该你们按这上面的，然后是放什么？还是不玩？它不是转的这样子的效果。那会歪掉。而且它的力度不一样，没有这样。这个是浅浅的，这个我觉得很神奇，是它来到耶这边的时候哦，嗯，我以为它要降好，知道吗？结果后面它自己一个 U 登上去。大概那个三十拉来我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吓到了，因为我三十岁嘛。体验了安全的过后，我觉得大家标示标示，第一大家标示。你有讲过你的姐姐是代价是什么吗？那种玩就是玩到这个东西，然后中鬼上身，然后要处理很久，要去神庙一大堆东西。因为什么？不用碟仙，因为有相对的能量，比如说你玩笔仙要相对能量的鬼，用碟仙也是要相对能量的鬼才能去控制那个碟的。所以比的还好是能量没有那么强，就是也没有很危险，都可以。set 得到，如果碟仙的话，可能就要用更加多力去做，所以就还是笔仙来给你们体验这样，体验啊，体验而已，就是知道这笔仙是存在，大家就点到为止就好，点到为止就好，就是有代价的，只给你们相信一下玄学的方面的东西，就这样子吧。这个太。因为给你们 test 过了，就是玄学方面就这样子，很多东西解释不了。就你几个人按这个笔，很多人都可以。其实 minimum 是四个人。如果四个人也画到这样的话，就真的是没有话讲了。所以我们三个人这边没有，是我们信你们两个人的人格。本来害怕请不到，好尴尬。我也是刚刚，我好尴尬，自己来吧。你们每一次请都每一次请得到。对，因为在这地方不同。还好笔仙给你，谢谢笔仙给你。后面那个刚好又冲过来了，来，我来了。我开一开在动了，所以问你们，其实我已经感觉要到了的那个。其实开动的时候，我也是我们的肌肉麻痹，然后这样子拉扯，可能也可能。我在想，就当他走的时候，我就。我怎么说？我一直在看着你，你在玩爷啊！我就看着我怎样？我是要负责推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没有我，你就我觉得，如果你们两个推，应该不会画到那么浅，又那么美哦。然后你们一试啊，另外一个自己推了，就这样粗啊，两个粗暴的男人。就算是有钱的，可是也不够这个这样浅。为什么这个数字有一点问题？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二八三十，什么二九二八应该二八二九。所以我刚才看，我现在是看到二七的。是不是那个笔仙你在那边弯曲，直到笔仙画出来给我？而且刚才你们自己画的时候哦，你的手是有动的吗？可是之前那个是没有，是完全没有动。你们是放啊？你的手就是很平静的状态。因为如果我们两个一起动，它会有一个触力啊，它会有一个。你们的手臂这里。所以我刚才就叫你们自己，你们就放轻松，给它动。对，谢谢，算是给你们体验了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因为刚才你们也是问那个问题，有点因为那个当事人也不在这里，对对对，直接回了。嗯，那就也不讲了，揣里都爽，揣里都爽，也很好，很好。我也是起毛哎。谢谢笔仙，谢谢嘉宾们，谢谢各位观众，体验感满满的一集。说如果你们还想看什么有趣的内容，什么都好，我们就尽量安排。不管是跟玄的东西有关，或者跟民间的东西有关，时事的东西有关，或者什么内容啊，多多在底下留言。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，多多去 follow 他们，去打开小铃铛，尤其是 Inside 啊，喜欢这种内容的去 follow Inside， 去订阅他。我们下一集小谈见，谢谢你们，拜拜，拜拜。